大家好，我是英子，今天为大家带来一段对跳的步子舞，一共有32步，双人对跳的啊，一个男步一个女步，你可以对照学。我这个是男步啊，来，用的音乐是百花香啊。我先出左脚，他先出右脚，来，一左脚右脚交替，左右左右啊，你只用记一下方向。再来一遍，左右左右，好。反过来往回走的时候，两个人换一下顺序，我是右左右左，他是左右左右啊，右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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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我向前走，他向后退，都是左脚，一二三四，右脚往后退，五六七八，好，最后一个八拍，一打二，好，三打四，还没加手，再来一下啊，向前走，一打二，三打四，好，然后就结束了，一共有4个8拍，再走一遍，连起来走一遍啊，五六七，走，一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右脚，二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向前走，三二三四，五六七八，四打三四，五二七八，五六七八，好，结束，好，下面你们慢的多跳几遍，跟上几遍，然后再跟音乐。脑海里想着你，眼睛里映着你，每一次的呼吸都因为你而起，高挂着的繁星，一声声亮晶晶，照亮了我的心，指引着我前行，你就是春天里的青草，秋天里的觉得可以，不要忘记点赞支持一下哦。